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迷路了。啊？太久没回这边，这个校区我也不太熟悉。哦，那你本来要去哪儿啊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去面试啊。那一起吧，顺路。嗯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奥里面试啊？我听说了。消息传这么快吗？走吧。哦。我到了，你要去的地方离这儿远吗？不远，就在这附近。哦，那我进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面试怎么样？八九不离十的问我什么时候上班呢。那走吧。走吧。嗯。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上楼吧。是不是很想进去推销啊，这位同学？我不是推销的。你不是什么也不是，你拿着传单在这都晃悠半天了，新手啊！我都在这当宿管阿姨当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干什么的。赶紧走吧。阿姨，我真不是推销的。哎，裴兰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在这抓推销的呢。啊？哪儿呢？这不这儿呢吗？哎呀，这是我学生诡异，他不是推销的。你学生？可不是嘛。这拿的草稿纸啊。草稿嘛。我说你们这帮书呆子，成天脑子里都想的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指桑骂槐啊？这个。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一个大小伙子，整天在女生宿舍楼下晃晃悠悠的，也难怪我把你当成推销的了。行，别过，咱回吧。小兰，你看我们那个……我什么门呢？我们知道错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大点声。我知道了。还背着我抽烟不了？不抽。态度不诚恳。哎呦，你快点把钥匙给我，我赶着回家取资料呢。那我先去啊。小顾，先回去吧，啊！阿姨，你跟江教授，他是我爱人。啊？
脏话呀？恭喜！此时此刻，我司徒墨仅以这篇论文献给。姑爷。喂。司徒墨，回家一趟。家？什么家？我家。为什么？你妈说要过来。啊？不是吧？你没有告诉她我搬走了吧？没有。行，你先拖住她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快点吧，我尽量。好，拜拜。走。你干嘛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妈老想撮合我跟归义，老逼着我跟他合租。刚才归义跟我说，我妈要回来查岗，我得赶紧回去假装没搬走啊。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？啊？啊，我就是有点好奇，天才物理学姐的家到底长什么样？你之前不是说有点像停尸房吗？而且你要是带朋友回家的话，你妈会比较相信你是长期住在那儿，以后说不定就不会再来查岗了。好像有道理啊，快快赶紧收拾东西。